该打了，那时候对方是黑道嘛。你害怕吗？换下来他们还是要有国家的工程。车子开很慢呐、啊，后面那台很快给拢回去啊，而且如果是平路，其实可能都比较没那么重，啊，因为刚好斜坡下地下道，被他一撞，他整个翻嘛。嗯，对啊。他突然间来台北，上来会学长。嗯，我有上夜班，我妈怎么上都没有回我。伊免过来对吧？对，这边可以回去。啊，我甲牌位提转去就好啊。好，下班。我妈打给我。因女朋友讲，我们家公家底下，就是有点压，有点压抑。好，叫你讲。就赔偿要求什么东西，就会有比较好的那个。我赔偿，听说对方是黑道呢。对啊。你害怕吗？就是黑道。换下来，他们还是要有国家的工程。